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进一步的发展，这个从这个主蔓分了两根侧蔓，然后我们前面都摘心，摘心后面所谓的要留果，好吧？啊，你看这边有开公花，然后慢慢这边就有侧蔓出来，有没有？侧蔓出来，然后这一颗，好，哎，不，有没有看到？哦。已经有果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你看到。然后这边，哎，这边也有一个侧蔓，你看，哎呦，现在就担心都没有授粉。哦，虽然有果，但是要授粉才有效。今天奇怪都没有看到昆虫，啊，前几天都下雨，都把这个雨棚遮住，我想昆虫也不容易进来吧，除非那个蚂蚁还是小蚊虫，不知道呢，要看到时候果实的发育。嗯，好，再来，来我们看哈，从那个竹蔓一直拉过来，我们来找。哦，怎么样？刚刚开始都已经有小果出来了，看到？你们小果，哦，怎么样？小果出来了哈。OK， 来，那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小果都出来了哈。